欢迎大家来到 Simple A Class 的 YouTube Channel。 Simple Course on Function and Graphs 的第32版，这一题呢它就叫你找个 solution of fx 加什么等于 p 啦。看到 solve 跟着有 graph 呢，即是要用 graphical method 去 solve 啦。咁有 graphical method 呢，咁就一定要畫返雞嘴飛鷹出嚟。咁我哋 left 返 y 等於fx 減1同埋 y 等於 p 就雞嘴飛鷹啦。咁然後就畫返個 graph 出嚟啦。咁因為喺括號入面減1呢，因為相反理論呢就會向左右翻翻，即反而向右喐翻一格嘅。咁所以新嗰條線就係虛線嗰條線啦。咁因為原本嗰條線 fx 加 fx 嗰條線呢個 root 就係 q 啦。咁如果佢向右喐咗一格呢，咁個 root 就係 q 加 1， 所以答案就係 q 加1啦。應該幫到大家不少的了，如果大家有不清楚的地方，歡迎你們留 comment 來問我們。如果想知道我們最新的資訊的話，就 like 我們的 Facebook page 啦，拜拜。